高兴可以出席加拿大华人妇女联合会这个新闻发布会，就是公布我们会很快的将来就会有颁奖典礼，就是给我们的第十六届的十位很杰出的女性还有优秀的母亲。我自己作为一个女生呢，我已经工作很多年了，也在加拿大在很多其他地区的工作，在我工作的过程中呢，确实看见很多很杰出的女性，她们不但是在她们工作中的表现非常好，而且大部分都有家庭，还有妇女，还有孩子，她们都有照顾，还有照顾她们的先生。但是很可惜，我觉得我们在现在的社会还没有一个平台可以把他们去表扬出来，而且给我们其他的女性分享他们的经验。所以我觉得这个加拿大华人妇女联合会，而且我们的会长徐玲女士可以搭建这个平台去表扬我们这些杰出的女性还有优秀的母亲，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不单是一个给我们女性一个很好的机会，还是一个交流的机会，还是给我们成长的机会。所以我恭喜我们的加拿大华人妇女联合会，我们的会长徐玲女士可以把这个机会给我们所有的女性，谢谢。好的，非常好，千多年，谢谢。再来一张。颁奖典礼及筹款晚宴圆满成功。作为一个经加拿大联邦及卑诗省政府批准的非营利性民间团体，经历了17年的积淀成长，如今已经具备了广泛的影响力，是加拿大华人社团的著名侨团之一。它的形成来源于2002年9月11号创建的温哥华华人妇女协会，此后于2015年1月14日更名为加拿大华人妇女联合会。加拿大华人妇女联合会不仅为广大华人妇女指引了并打开了一扇走出家庭融入社会的门户，还为我们女性同胞搭建一个在各种环境中学习生活就业和创业的优质平台，每一年为优秀母亲和各族裔各阶层各行业杰出女性的颁奖典礼已成为大温地区的年度盛事。家庭里，你们为社区所做出的努力即将获得荣耀。22号的夜晚是让人们充满期待的夜晚，那晚将是一个璀璨闪耀难忘的夜晚，因为是你们的付出而让那晚成为大温地区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作为加拿大华人妇女联合会的会长，在此恭祝你们的当选，为你们感到骄傲。本次颁奖典礼我们也融合了慈善元素，这部分将由国际慈善机构乐福狮子会的师长会长秦小梅女士在后面给大家介绍。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感谢你们一如既往的支持我们妇女会，相信在你们的支持下，第16届颁奖典礼和慈善晚宴一定获得圆满成功，感谢大家。这个活动的这个积极参与者哈、我觉得非常高兴呢，今天呢再次呢能参加我们这个活动。过去的我们是这个很多的这个每年的这个活动呢，我都是有参与哈、也能参与给我们的这些获奖者呢来颁奖。我觉得这个活动呢已经成为我们大温地区我们 BC 省我们加西的这个社区的一个品牌活动啊，每次的这个活动都能引起我们社区的强烈反响，能引起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关注度啊！我就觉得这就是一个社区活动的一个魅力，我觉得非常重要。同时的意义所在呢，是因为它是我们评选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的这个妇女的这个代表啊。大家也都知道，在加拿大，妇女已经不是能顶半边天了，应该是大半边天哈。我们都有讲这个妇女强则社区强啊，我觉得这个是一点都不为过啊。我觉得这个活动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意义，我们也希望呢是越办越好。那我们也会继续呢来支持这个活动，谢谢大家。妇女爸妈虽然也是每年一度让很多在各方面有杰出表现的女性可以受到那个社会的肯定，所以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我常说我是他们这个会的啦啦队队长啊，就是说要支持，要鼓励，要帮助支持啊，真有意义。所以我还期盼在今年里面，我们看到更多有优秀表现的女性在这个长跑里面，这个半程里面得到大家的认可和肯定。So I'm very happy to be here and in support of this event from the great early times, and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event to recognize the outstanding women and mothers in our community too. Not only to recognize them, but also to thank them for their contribution. So I'm looking forward to this wonderful event on November 22nd. Thank you very much. 是的，我是妇女的代表，我也是名誉主席。但是是不是最优秀的不知道，但是我想刚才白金市长说到妇女占了很大一部分，但是占了多少部分呢？你们每个都有妈妈，都有妻子，都有女儿，没有女儿的有媳妇儿，所以这个妇女在社会的地位起着承上启下，衔接润滑。但是现在的社会对女性的要求太高了，不光在家里要可以，在外面还得要可以，我就是典型的代表，还有中国的大男主义。所以我想强调也呼吁一下，我觉得妇女会的活动应该说在所有的活动里面应该是最重要的，因为一个女人承上启下，培育孩子，伺候先不叫伺候吧，服务先生，服务于社区 ，anyway 总是奉献很多，所以为我们今次获奖的优秀妇女们表示热烈的祝贺，也预祝我们的晚会成功，谢谢。妇女会有了已经这么长年多年的历史，在温哥华已经成了一个我们华人社区最主要的、最活跃的华人社团之一。本届的会长在徐玲女士的领导下工作做得红红火火，前一阵子在这个龙舟节的时候，妇女会尽管不是名义上的承办单位，但是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作为加拿大华人社团联席会的会员单位之一，妇女会总是能够积极响应联席会的各项号召运动，积极参与，为活跃社区，为社区团结和谐，促进文化交流等等各个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妇女会的这个平台为我们妇女搭建了一个非常好的闪亮登场，让这个优秀的女性在那个向社会展示我们美丽的一面，这个是非常值得肯定的。我们表示积极支持鼓励，祝愿这个颁奖活动圆满成功，谢谢。作为我来说，也是跟很多包括雅欣还有我们几个市议员参与比较多的，从早年的这个单敏会长到一直到现在徐玲会长，我当了很多届的评委，也可以剧透一下，这次所有获奖的这个杰出女性还有这个母亲呢，我也是评委之一，所以呢我对每个人的经历和这个简历我都看了，所以呢真心的就是祝愿这届呢比以往我觉得更优秀吧，每届都很优秀，但这次评选出来的这些杰出女性还有杰出的母亲呢，包括我们这次我觉得最大的特点是不仅是在我们华人社区里来做一个评选，包括了我们融合了其他主义的社区，这里我们有一些这个印度社区还有我们老外的一些代表，这点我觉得是我们妇女会在向社区融合，向跟我们其他主义融合的一个更好的表现。我想呢女性呢对于刚才这个王议员还有我们廖总都说了，我在私下场合也说了，这个大半边天，那我给出个具体数字吧，我估计占80%吧，我们男性占20%，我觉得这样的话比较公平一点啊。今天能受习会长的邀请来参加他们今天这么意义非凡的一个年度的记者会，感到特别的荣幸。刚才刘会长所讲的妇女会在单敏会长创会到至今已经17年了，如果17年是一个少女，那就是花季年华，明年就是成年之礼，很快就要步入豆蔻年华，我相信习会长会跨越这个最重要的时刻。妇女会对社区的贡献，对妇女的服务，对家中两个
和友谊的付出，特别在习善方面、关爱老年儿童方面做出了极大的贡献。妇女会历届的都做得非常好，但这一届习林会长充满着合力、魄力与领导力。我们从今天的记者会上场就可以看到了，这么多嘉宾、这么多朋友来支持妇女会。妇女会不但是为妇女同志、妇女同胞来服务，来为我们广大的多族裔的朋友来服务。今天呢，我们也很荣幸的请到多元化杰出的女性代表。今天他们的颁奖晚会还在我们温哥华最著名的李黄纪念来颁奖。所有的女生，我相信那天都是李黄。当然，我们齐会长就是黄鹤了。妇女会这么多年哦，对社区的贡献已经让我们所有男生都感到骄傲了。所以刘会长说，在加拿大这个男人不如格的情况下，我们要多多参与妇女会的活动，提高我们的信心。最后呢，我祝家庭的巨星、社会的明星，我们最值得敬佩的加拿大的著名的妇女团体，在12月22号举行一个最有影响力的文化盛宴、艺术盛宴、慈善盛宴及最美的风采盛宴。祝福妇女会圆满成功，谢谢。Actually, owe them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Can we give them a big round of applause? Thank you. Okay. 那今天呢，很荣幸又再一次站在这里呢，来参加这样的一个全程的盛会。那么呢，刚刚我讲呢，就是16年前那个时候，刚才我们的这个刘会长讲到，就是最早的时候，就是应该是善敏吧，那个善敏。那个时候就是开始这样的一个组织。那么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华人还不是特别多，我们的妇女呢也不是太多人出来。但是呢，我非常欣喜的看到呢，就是这个活动呢和这个组织呢一年一年的壮大，而且呢越多的这个优秀的妇女能够说参与进来，然后走出这个家门，进入这个社会，来给我们的这个多元的文化的社会呢，来做一份我们应有的贡献。所以刚才我听到男士们都在讲说我们是80%哈，所以我觉得男士们呢，其实我们觉得你们其实是在后面支持我们的力量。所以我经常也跟我的先生说，你们其实也是很伟大的。那么我觉得在这个社会呢，我们不管是妇女还是男人，其实都肩负着一个就是很大的一个重任。这个重任呢，就是我们这个国家是个多元文化的国家。那么我们移民来，不管是你新移民还是老移民，像我这样来了35年了，84年来读书，带着50块钱，还是后面像有一些新移民，这个非常成功哈，那个从中国来就是投资移民，带来很多的这个财富。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我们都是给这个国家、给这个社会做了很多很多的贡献。今天呢，我先代表中华秘书处、中华会馆呢，向妇女会的活动呢表示热烈的祝贺，也预祝活动圆满成功。然后呢，第二点呢，就是作为一个女性呢，我觉得呢，女性呢，刚才呢，很多男士说我们占80%，但是作为女性，我自己不能这么说，因为这些都是靠男士来评价的。但是确实呢，尤其新时代的女性呢，在家庭和生活两方面，还有事业，还有各方面呢，都在不同的领域发挥着不同的特色，也发挥着作用。所以呢，可以说呢，我们女性呢，应该给自己鼓鼓掌，在这个社会中的价值。还有呢，谢谢。还有呢，就是作为我自己本人呢，也是因为妇女会呢，可以说是我的娘家。因为呢，我呢，大家都知道，我事实上是做社区服务工作呢，是从妇女会走出去的，所以我对妇女会呢，可以说是有很深的感情。所以妇女会的活动呢，我一般我说了，只要我在呢，我都会大力的支持。再次呢，我就再向所有的获奖的
妇女呢表示热烈的祝贺，也那个祝贺所有的来宾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这个妇女会呢不断的发展壮大，走到今天那就是大放异彩。因为什么？因为有徐林女士这一次的这个得力的领导，确实这个妇女会一路走来风雨兼程，能够到今天的发展壮大，确实经历了很多，也我也见证了很多。今天呢在徐林女士的这样的一个带领下，能够积极的走向社会，团结各族裔，把女性的这个光辉发扬光大，我们也大家应该给她一个热烈的掌声表示感谢。我也捐500块钱哈，谢谢。这个顺利召开。另外呢，我也要宣布一下，我们也准备成立一个男人联合会。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不但事业做得好，更热衷于社会公益。在11月16号下午，评选小组根据评选标准，对报名参选女性谨慎评选后，最终评选出社区特殊贡献奖女性6位，加拿大杰出女性11位，BC 省杰出女性11位，温哥华杰出女性10位，优秀母亲6位。这次评选还增加了4个团队奖，这呢在以往我们是没有的，今年新增的团队奖，颁给对女性团队服务优秀的团队。同时在11月22号活动的当天下午，加拿大华人妇女联合会与乐活狮子会在Coverly House 剧院将一起举办和平画展慈善拍卖会活动。当天义卖所得，我们将会在颁奖典礼晚会上捐赠给BC 省儿童临终关怀医院。And very likely we got some space from this event, because last year we had this event at, also at Vancouver Playhouse, but along with the second Canada Youth Public Speaking Contest. And along with that, we did silent auctions, we donated money to BC Children Housewives. So, as you know, at BC Children Housewives, that they serve children, you know, at the very end. And they serve more than 700 families across BC. 社区的这种热爱，这种对工作的投入，真的是满怀热情来回报这个社会。我也真的是为他和这个团队所折服，也真的是非常钦佩他们。我觉得这个加拿大妇女联合会今天能取得这样的成就，真的是离不开徐林会长和他的团队的努力。I live in Richmond for 45 years, and I'm working with I was as a nurse's aide, worked as 38 years in Vancouver, and I volunteered with General Hospital, started in 1993, and since I'm doing fundraisers for General Hospital, and I'm director of a Golden Girls Group, which is in Richmond, and 在帮这个儿童医院筹款，大概有多于2,200,000加币。So which is not, it's not give, I give my in from my pocket. I go to the wonderful community and all the community help us. And which is, I'm very, very lucky. I'm living in this best country and best community. And life, and you can never be too old to be a girl guide. We have members in their 90s. So it being a volunteer, allows me to give back a lot to the community, but it also allows me to meet lots of friends and build my own community and friendships within the organization across the world. So I would like to thank the association for recognizing me with this award, and I really look forward to the ceremony on the 20th. 参与评选的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因为我看到有这么多的杰出女性和我为伴，还有这么多的前辈，他们付出了这个为这个华人妇女会付出了这么多的努力和艰辛。我觉得就是看到这么多人在这里付出这个所有的劳动的时候，
我感到是非常的这个惭愧的，因为我在加拿大登陆三年，2016年来的吧。我在国内是做这个公益，中国小孩的妈妈跟他们合作，帮助小孩学英文，还特别协作，为了上非常好的大学。所以从1993年，我一直跟温哥华西边的妈妈都帮他们忙这些小孩的小问题，这个所以我很感谢你们认识到我那么有功那么长时间，但是我也很欣赏你们认识这些妈妈，那些妈妈很厉害的，很用功为小孩，什么都牺牲为小孩，负责加西三省的主要的业务。我来加拿大16年，快17年，我2003年来的。也是就是前面出国之前在中国高校里当老师，然后在加拿大之后多伦多生活了5年。我自己有三个小孩，就是他们都很小，其实就现在是5岁、7岁、9岁。可是这三个小孩就是从小我自己一个人带大的，而且不好意思，因为有一点激动我觉得有一点惭愧，就是说可以得到这个又做母亲，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单亲妈妈，就是三个小孩，其实他们就是我的生命。我觉得小的一个部分我会继续跟他们学习，希望我也可以成为一个杰出的女性，向大家学习，谢谢。前几天和北美艺术家协会的沈会长介绍我们，沈会长说我们就像是妇女联合会的前身，我们超人妈妈俱乐部比较新，组建了1年多，我们是一个会员制的公益俱乐部。